梁静茹唱情歌唱了十几年了，面对爱情里的各种心情起伏都能够诠释的温暖却不过火，好像真的在感情上经过好多好多的故事。但其实梁静茹说啊，她的经验都是从朋友那听来的，她自己公开的就只有三段恋情，一个是马来西亚乐手阿管，一个是五月天的团员玛莎，而最后陪梁静茹一起走向红毯那一端的就是现在的老公 Tony。 给我吧，到永远感谢他，演技吗？无论贫富好坏感谢他，爱和唯一你和他，不离不弃好吗？为家就是给你还给更加戒指，其实我已经放身上放很久了，他刚好就开了话题说，哎，那我们认识了多久？那我觉得一般有这种的话题就觉得，哎，赶快把握时机，就把戒指从那个皮夹里面已经放了快一个多月的，就把它赶快拿出来，然后他也吓了一跳。我觉得幸福就是这样的，即使年头你也变了公公，我当你的怀抱扶着你走。对，我觉得我的心似乎又再打开了一些，那个是一个家庭给我的力量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先生还有我的公公婆婆，他们都有一个很支持我的一个心态，然后常常会鼓励我做好自己啊，像他们也叫我不要穿得太保守。婚后的梁静茹变得不太一样，幸福洋溢，也多了点轻熟女人味，加上自信。对于爱情，她要勇气，也会无条件为了另外一半。我在心里面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女生啦，不管我站在多大的舞台，那我还是渴望有可以依靠的人，有很大的勇气去谈恋爱。那个我没有不勇敢。只是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空间，我喜欢大家为了爱情而勇敢。其中有两位团员没有到，一位是怪兽，对，那我相信大家不关心。对，那玛莎去法国玩了，所以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刻呢？这个今天这种场合大家就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嘛。谢谢，情人节快乐。你说什么？情人节快乐。本来是一首不太开心的歌，可是我觉得因为友情的关系，可以让这首歌变得很开心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所以我们如果邀你跟玛莎一起上康熙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啊。就你们两个哦。那我不知道哦。他比较难搞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你们的关系是你想要公开，但是玛莎不要。不是。爱真的需要勇气，男人最有眼泪，只要你一个眼神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咱真的要牵手吧？好辛辣，演唱会的时候有，当嘉宾的时候有。那为什么要隐瞒你跟他的交往？我没有啊。是顾虑的是公司吗？还是？我没有啊。梁静茹是从异乡啊来到台湾这样子啊，从异国来到台湾。那如果有一个大哥哥对他很照顾，我觉得他一定是会陷在里面。然后那段好像也谈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甚至于有一度传出来说，可能会结婚这样，但是后来他们就变成很好的朋友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了头。音乐人相恋，爱得疯狂，但要走上红毯就是差那么一步。梁静茹踏入婚姻前谈了两段和音乐才子的恋情，一段是五月天玛莎，一段是马来西亚的阿管。
我记得那时候公司有问我，如果聊到感情什么，你愿不愿意公开来谈或什么？其实当时我是有说，哎，我男朋友正在大马，然后是远距离的恋爱，他也是音乐人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，嗯，很少人愿意去说这件事情，去承认很多的可能偶像的包袱都会说我是单身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比较没有障碍啊。我们都接受，一定是彼此不够成熟，在爱情里分不了轻重。我跟大家都蛮同类的，我觉得我也有啊好奇宝宝那一面啊，也有不安全感的了，你知道神经质的，我也会有任性啊，有依赖。对，我觉得我是不是说外表看起来哦就很坚强很独立很拼，其实我里面也会很需要好多帮助啊或依靠。别走开，好好听，给我一点时间对你说爱，守住这心缓缓呼吸，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。所以梁静茹有幻想过品冠吗？我妈妈觉得她很好。你妈喜欢的类型，是啊是啊，她常说，哎，品冠最近有空吗？找她来家里吃饭。我妈是知道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很喜欢她。完全跟她讲话都不敢看她眼睛。啊，直到什么时候才那个呢？在第三张专辑，第二第三张，不用拽起来，见的次数多了，然后他也很健谈，就 OK。他刚刚讲的，其实我都没有听过，不知道，我都没有听过。对，这种事不是应该早就讲开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不敢跟他讲啊。这样就我跟你讲，这种没有讲就表示还怀抱着一点爱。个性害羞，但为爱，梁静茹说她却很勇敢，喜欢就表白。你听她唱的情歌。也听到梁静茹对爱情最真实的渴望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，如果真的爱我就等这一朵，还想什么还怕什么，快牵起我的手。 Fly away， 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，看着你就可以让我茫茫人海里感到在滚石你觉得最骄傲的作品？还是那个让我欢喜让我忧吧，那一张唱片。比如说这个唱片从头到底都是一个欢喜，最后就忧啊。那在这个唱片之前呢，所有歌都是什么阳光男孩。